Hello， 你哋好啊，我系聪明老虎仔啊，欢迎大家嚟到 My Smart Pet Smart Pons 奖品换领礼物频道2012至2013，好开心喺度见到大家，睇下今个星期有咩奖品俾你哋换领先啦，有请礼物小姐。Hello， 各位同学，你哋好啊，又嚟到星期五见我礼物小姐嘅时候啦。今个星期咧，礼物小姐为大家带嚟唔同嘅奖品，希望你哋会中意啦。唔好等啦，即刻去片睇下今个星期嘅尊贵聪明活有啲咩奖品俾你哋换领啦。第一份奖品系从梦里来的梦游差，同学需要用10000个 smart points 换领，名额有1名。今次呢又为大家带来一些读物啦，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《从梦里来的梦游差》。我礼物小姐呢都未看过这本书的，都不是很知道里面的内容是讲什么，但是呢我估呢就是讲梦游的。发梦呢真的很神奇的，有时梦境里面望到的东西有时很真实感，有时似曾发生感，又或者呢非常之天马行空。有时呢发梦呢亦都会令人哋好攰㗎喎。总之呢梦境呢就好神奇啦。如果你都想睇下呢一本从梦里来的梦游差系讲咩嘅话，咁就唔好等啦，即刻用 Smart Pons 嚟换你，睇完记得话俾我知讲咩喎。第二份奖品系Tommy 挂颈电话绳，黑色，同学需要用10000个 smart points 嚟换领，名额有2名。今次咧就为大家带嚟呢个挂颈嘅电话绳啦。我知道咧有好多同学咧对于电话绳咧都有好确实嘅需要噶、哦，因为咧你哋可能会将你哋嘅学生证啊、八达通卡啊，会放喺一个电话绳入边，方便携带，亦都可以咧以防万一容易唔见嘅。另外咧，同学咧亦都可能会用电话绳挂住自己嘅电话嘅，咁都系为咗方便自己去听电话啊、使用电话，亦都咧防止佢唔见嘅。咁今次呢带嚟呢个咁实用嘅一个奖品呢，希望你哋都会鍾意啦。如果你哋想换领嘅话，就唔好等啦，用 Smart Pons 换领啦。第三份奖品系 IQ 猪游戏，同学需要用25000个 Smart Pons 换领，名额有1名。这个 IQ 猪游戏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智力游戏来的。我想呢咁多位同学问他们爸爸妈妈，他都一定有玩过的。今次这个呢就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 IQ 猪游戏。将所有的里面的猪猪调乱了之后呢，你要想办法将它砌返原状，摆返落原位。我玩过了，非常之考脑筋的，砌来砌去都砌不到的。之后呢我就俾咗我朋友玩啦，佢都玩咗好耐先至可以完成呢个游戏呀，所以呢绝对考虑到咁架。唔好讲咁多啦，如果你都想试下玩下同埋你爸爸妈妈一齐玩嘅话，咁就即刻用 Smart Pons 嚟换领呢个 IQ 猪游戏啦。今个星期呢为大家带嚟4个名额嘅奖品，希望你哋会鍾意啦，下次再带唔同嘅奖品俾你哋呀，下个星期再见，拜拜。